们家人们，姥姥，我给你发个香。此时此刻，我们小两口在我老姨家呢啊、哦。老姨、老姨夫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，姥先来口香。哎呀，好不好吃、啊？这是我老姨做的开背大虾，这个像不像样？我给你来，好不好吃吧？香不香？好吃。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觉得我老姨做菜有食欲的，给我们个小心心啊！谢谢家人们了，谢谢家人们。我来一个，这个虾老有食欲了。嗯，好吃，吃不了。哪是？我这是有塞牙。塞牙呀！香不香？我老姨做的，老姑娘做的。啊，这也太家人们了！这是十年前是喂鸡的，现在人吃上了。说了，这是十年前喂鸡的。你说家人们给我孙子孙媳妇点点小心心。干啥整韭菜呢？姥姥。你说家人们给我孙子孙媳妇点点小心心。你说点点小心心。让姥姥吃就行。不用说。